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将于2016年9月15日至18日在台湾大道市政大楼府前广场举办台中国际彩舞季，邀请12所高中大专院校及日本表演团队进行舞蹈彩街展演。台中国际彩舞季今年首次举办，邀请日本安农金等3大知名表演团队参与演出，并号召12所高中大专院校共襄盛举，安排舞蹈彩街、舞蹈教学、特色市集、有奖征答等活动，在中秋连假带给民众最热情的视觉飨宴。